作为中华儿女的一份子，这篇文章呢看得我很嬲的。作者就是王瑞，题目就是连新加坡都嘲笑台湾，500条人命不够一条狗命。咁咧就係事源咧，就我知道咧，就係喺台灣已經咧有成600人咧係死於呢個新冠疫情噶啦。但係咧，佢哋個省長蔡英文咧就並冇向呢啲民眾咧係致過任何哀嘅，反而咧美國嗰邊佢哋個現任總統拜登死咗只狗啦，咁啊蔡英文咧就發出咧係悼念的函件给拜登，500几条人命不及一条狗，这个就是现在台湾政治的现实。我们知道在2020年疫情在中国的武汉爆发，作为武汉的省湖北市自然是灾情最重，但是很快脆我们知道大约4月份到咁呢個災情已經完全喺中國入邊控制好噶啦，咁而中國咧亦都好迅速咧，就個經濟咧就重新咧係正常翻起嚟。但係睇翻喺中國以外個兩個地方，都係華人地方，一個就係香港，另外一個就係台灣。咁啊，香港嗰邊咧，總算咧而家咧都叫做咧將個疫情控制住啦。雖然咧跌跌碰碰。搞咗年幾，總算咧喺而家開始有疫苗注射情況之下咧，慢慢咧見到香港可能有翻啲生機。尤其是咧而家咧，香港換咗嗰個嘅政務司咧，我期望咧香港嗰個嘅生機咧就會好快脆咧係更加活躍噶。而香港亦都換咗嗰個嘅保安司咧，我覺得咧香港個安全咧應該係可以。大家放心啦，但是台灣呢邊點咧咁樣？我哋知道喺近期咧見到台灣呢邊咧就疫情嚴重啦。佢哋講嘅超前部署，結果咧得啖笑。而家啲台灣人民叫天不應，叫地不聞。台灣有啲有錢嘅人可以咧搭個飛機去中國，去上海或者去。福建咁啊，就接受到中國嘅疫苗注射，完全免費，咁啊好事啦，係嘛？但係大部分嘅台灣人民喺台灣嗰度，只係得一啲國家唔要嘅疫苗捐俾台灣用。有人話台灣好似個乞衣咁樣，要乞一啲咧冷飯菜汁，人哋唔要嘅嘢，我哋人民。台灣人民不需要這樣的，不過沒辦法，他們的政府死都不要中國大陸的幫助，其實同胞之情，中國願意提供中國國產的疫苗，就算你不用中國國產疫苗，在上海復星代理的國際疫苗亦都可以供应俾台湾，但系只系因为佢系由中国代理或者系中国产生嘅疫苗拒诸门外，结果台湾人民500几条命就咁冇咗啦。有人话咧，民主咧就嗰啲政府会负责嘅。我哋睇睇中国，有啲地方官员处理疫情不力。即時黑馬炒咗油，但係而家500幾條人命之後，台灣有冇官員為咗疫情嘅處理不當而要辭職或者係炒油咧？咁樣台灣冇，香港都冇，呢個係唔係所謂民主嘅社會咧？其實而家呢篇文章指得講得好清楚嘅。操控住一个国家，其实不是个政府。那些所谓民主选举，用选举产生出来的政府，其实就是资本家的工具。人民
就係呢個資本家嘅奴隸，並冇以啲奴隸嘅生命作為重要嘅衡量。資本繼續揾資本，譬如啦，台灣而家嘗試自己做疫苗，一個少少2000多萬嘅國家，根本咧係冇可能咧係做到咩好嘅疫苗出嚟嘅。而且要試嘅話咧，亦都冇辦法咧提供一個足夠嘅人群去試。咁而家唔使啦嚇，台灣疫情嚴重，咁啊就台灣政府就會監啲人民咧做白豬仔啊，自然就會試。呢啲白豬仔仲要俾錢嘅，咁嘅政府，你咪覺得好嬲咧？老姨覺得好嬲，點可能有啲政府可以咁嘅冷血，對自己國家入邊嘅幾百條人命視若無睹，但係喺嗰邊嗰個總統隻狗反而仲重要過國家嘅500條人命，咁嘅政府，咁樣嘅方法產生出嚟嘅政府，我哋要嘅咩？係我哋所追求嘅咩？但係冇法啦，民主選舉嘛，民主選舉出嚟嘅政府最好嘅嘛，講就可以，做起事上嚟咧，大家有眼睇。喺美國嗰邊，佢哋個民主選舉出嚟嗰個董王啊，乜都識嗰、那個，話呢個疫情，傷風啫，冇事冇事冇事啊！3000多萬人受感染，60多萬條命係咁就冇咗。佢而家仲隨時卷土重嚟噶，2024年佢隨時可以代替瑞王咧，再做翻董王噶。人民的眼睛一啲都唔雪亮，盲噶，睇唔到生命嘅重要性，口上啲咩啊？民主自由，你冇命之後，民主自由冇你份，絕對冇你份。大家睇台灣省500多條命，500多條命。那政府冇事噶，乜事都冇。當年2020年初，利用香港嘅人血饅頭坐上而家呢個寶座，為台灣人做咗啲咩嘢？使錢買一啲人哋唔用嘅爛鬼軍火翻嚟，愛嚟對抗大陸，有用咩？諗清楚下啦！中國大陸而家對美國都唔使驚，使乜驚你台灣嗰少少二手冇用嘅軍火？廢話啦，真係廢話。要選擇同中共談判，你要做統一，你仲可以喺談判過程之中攞到一啲籌碼。可以為人民爭取一啲利益，咁樣搞落去嘅話，終於武統台灣，抹下手，你連自己條命都冇，而呢亦都冇價講。台灣人民應該諗清楚，中國睇係中國政府點樣對中國嘅大陸同胞。你就可以想象到，如果中國政府今日嘅中國政府真係領導台灣嘅話，台灣嘅生活會好幾多，大家會安全幾多，大家唔使死個500多條命。而家係時候推翻呢一個蔡英文政府，要求統一，要求回歸中國嘅祖國。咁樣台灣就有好大嘅生機，唔使再俾呢個咁嘅冷血嘅蔡英文政府，500條人命唔及1條狗，連新加坡報紙都咁樣取笑，
好醜啊，真係好醜。